为小国，一路走向问鼎天下，历时500多年的创业史中，容易引起人们注目的，都是男人之间征战和权谋的较量。然而，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前，曾经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是一位女性在危亡之际拯救了秦国。她虽然不是帝王，但死后却享受着帝王一样的尊荣地位。307年，秦国国内发生严重内乱。就在这时，东方六国开始合纵抗秦，声势最大的一次是东方六国歃血为盟，数十万大军直逼秦国的东大门函谷关。祸不单行，秦国西北部的宿敌义渠戎趁势东侵，形成对秦国的夹击之势，一时间秦国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宣太后就是这时出现在秦国的一位女性政治家，她审时度势，几乎以一己之力帮助秦国度过危急时刻。然而在史书中，对宣太后的记载却只有寥寥数语。有人说他淫乱放荡，也有人说他冷血无情。历史的事实是，他作为一名楚国女子，把儿子推上秦王宝座。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实际统治勇武剽悍的秦国人长达41年。这是一位怎样的女人呢？2004年，在秦岭北麓的最高黄土台原神和园上，发现了一座大型陵园遗址。遗址内惊现一座带4个斜坡墓道的鸭子形大墓。墓道东西总长约135米，南北总宽约110米，墓室10米见方，内有3层棺椁，椁室四壁用方木堆筑，似乎是皇长体凑。12座长条形陪葬坑分布在墓道旁，陪葬坑中清理出鞍车1辆，完马骨架6具，应属所谓天子驾六的规格。坑内出土有青铜管、错金银、银角、骨质等高等级车马器数10件。据陪葬坑总长度30余米的规模推测，其内可能共陪葬有5-6套车马。发掘结果表明，大墓、陪葬坑均经早期盗扰，并被神秘地焚毁。即便如此，仍出土各类珍贵文物近1000件。包括青铜器、金银器、铁器、玉器、珍珠、玻璃料器以及麻制品、漆器等。其中以玉器、金银器数量居多，这些文物工艺精湛，纹饰华美，
规格极高。陪葬坑出土有六匹马架的马绳，过去都是签字加六，就镶的签字才能使用这样的车撑。另外就在墓里面和陪葬坑里出了许多精器、玉器和银器，还有铜器，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美的文物。从这个陵园的规模和墓葬的这个四条墓道，以及六架马车的陪葬坑，还有这大量的精器、玉器和铜器这样珍贵文物，显示了这个是一个王公级别的这么一个身份的人的墓葬。陪葬墓内还清理出了大量简形壶，它们的用途可能是盛装酒水或者粮食。在一个简形壶的壶口侧面可有丝冠两字，丝冠秦汉时期是专为皇后、皇太后、太子服务的机构。墓葬内还出土大量的石磬残片，这件石磬上刻有北宫乐府四个字，北宫是皇后和太后居住的地方。这些文字对于认定身份是很重要的，它可能显示它是和女性有关系，它表明它的墓主人可能就是在战国晚期一位王后或者太后一级的重要人物。《史记·秦本纪》记载，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王母于是时移为称，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太后这一称谓始于宣太后，后世一直沿用。那么神和园的墓主人就是宣太后吗？《史记·秦本纪》同时也有记载，秦昭王39年，太后薨，葬芷阳骊山。他的儿子秦昭襄王用最高的帝王之礼给他殉葬了一大批兵马俑。直到今天，史学界还有人在猜测，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真正主人也许是宣太后。提出这个猜测的是学者陈景元，研究了50年秦始皇陵的他认为，宣太后在秦国统治了41年之久，完全有条件、有资格修建豪奢大墓及其陪葬坑。在《史记·正义》及《陕西通志》等史料中，也都有秦宣太后陵就在人们现在所熟知的秦俑坑附近的记载。陈景元在秦俑坑里还发现了不少证据。宣太后是楚国人，秦俑的头顶书有描绎楚人特有的偏于一侧的歪脊。歪脊是楚人的一种习俗。秦俑的服色五颜六色，非常鲜艳，也是楚人的习惯，与秦王朝的上黑制度有显著差别。湖北一些楚墓出土的衣衾也以赤色为主。最直接的证据是
1975年，陈景元在一间陶俑的右壁上发现了一个神秘的他不认识的文字。经过研究查证，认为这是一个谜字，而谜正是宣太后的姓氏。虽然陈景元的观点至今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但他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平添了许多传奇色彩，也使得神和元大墓被发现时，人们首先联想到秦始皇的高祖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掌权治国的奇女子宣太后。原生好奶，雪域珍品，辽源牦牛奶粉，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辽源乳业。好随意不是好司机，停车不随意，做中国好司机。揭秘历史传奇，传承中华文明，探寻自然奥秘，在未知领域我们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我们重新发现。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每天22点播出。2300多年前，一位风华绝代的年轻公主出嫁到异国他乡，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没人知道等待她的是怎样的命运，一位弱女子不管她愿不愿意就被送往陌生的国度。她并不是秦国人，她叫芈月，是楚国派到秦国进行政治联姻的一位公主。当时秦成长于西戎，楚崛起于南蛮，他们在自诩拥有礼教正统的中原国家眼里都尚未开化。但秦自商鞅变法后，国势日益壮大，楚国意识到和秦结盟的重要性，于是派出一位公主入秦联姻。迎娶这位楚国公主的秦惠文王是一位卓越的君主，他继承商鞅之法，东夺河西，南并巴蜀，占据黄河长江的上游，虎视中原。秦国国君自他开始称王。他后宫人数众多，没有资料表明他有多么喜爱这位公主，因为他只封给这位公主八子的称号，史称芈八子。秦国的后宫呢分了八个等级，依次是王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妻子、长史、少史。这位芈八子呢，在秦惠文王在世的时候呢，他的地位并不高，可是呢，他却生了三位王子。在母凭子贵的后宫中呢，这是他借以提高自己地位的一个好机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秦惠文王在世的时候，芈八子呢，却始终呢位居人下。依他的性格和他的能力，他应该是能够得到秦惠文王喜爱的。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呢，他招来了秦惠文王正妻秦惠文后的嫉妒，所以他在秦宫中呢始终不得出头。15年过去了，公元前311年，46岁的秦惠文王死后，惠文后就和儿子秦武王合谋，
将米八子的长子嬴稷送到遥远的燕国去当人质。米八子母子的命运一下子跌到了谷底，可以想见母子天涯分离，生死未卜，心情有多么沉痛和屈辱。然而天意弄人，三年后还没有子嗣的吴王意外身亡，这次偶然事件彻底改变了米八子的人生。这偶然事件就发生在刚继位的秦武王身上，他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可是身为堂堂的一国之君，却爱和别人比试力气。公元前307年的时候，秦武王率军进抵洛阳，见到了东周的国宝九鼎重器，一时兴起要和手下进行举鼎比赛，结果失手，大鼎落下以后砸断自己的腿骨，当夜便弃居而亡。米八子的儿子嬴稷紧急回国，被推举为王位继承人。但是当时秦国占据高位的惠文后向来瞧不起米八子，怎能容忍米八子贵为太后？于是纠集一部分大臣发动叛乱，史称继君之乱。与恃宠而骄的惠文后相比，米八子更具个人魅力，有远见，识大体。他设法稳住了在军队中有很大威望的相邦初里吉，使初里吉答应保持中立。早在秦惠文王还在世时，米八子颇有预见性地争取到将军一职，由弟弟魏冉担任，威属咸阳。此时他调集军队与惠文后集团展开决战。在长达3年你死我活的王位争夺战中，米八子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最终以其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把自己的儿子嬴稷推上王位，史称秦昭襄王。他自己被尊为宣太后，垂帘听政。宣太后当时虽然胜利了，但是继君之乱给秦国造成严重的损失，内乱持续了3年，惠文后以及追随他们的一大批文臣武将都死于非命。公元前299年，齐、韩、魏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距离秦都咸阳只有200多公里。如果另一个强国楚国也参加攻秦，秦国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宣太后敏锐觉察到了秦国面临的潜在危机，他任命的相国基本是楚邑，直到后世为秦王嬴政平定嫪毐之乱时的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也都是楚邑。这是一个拥有极大政治权力的楚邑外戚集团。他为自己的儿子迎娶楚国公主为王后，同时也将秦女嫁与了楚国王室。宣太后是楚国公主，内心深处拥有故国情怀，因此极力倡导秦楚联姻，联楚抗齐。以楚女为王后几乎成为秦国后世的通例。秦昭襄王的王后是楚国女子，他的儿子孝文王王后也是楚国女子。秦楚联姻维护了秦楚之间的和平，在宣太后主政之前，
秦国占领了楚国的汉中郡，楚国多次兴兵报复，秦楚之间征伐不断。而在宣太后主政之后，即使发生三年内乱，秦楚边境却保持平静，这不能不说是宣太后的联姻政策发生了功效。秦昭襄王三年时，秦楚结盟，同时秦国把上庸还给了楚国。这时秦国的实际统治者是宣太后，宣太后的设想是秦楚交好，这两大强国一结盟，原本存在的楚齐联盟就会被拆散，而韩魏等相对较弱的国家就更不敢攻秦，秦国就安全了。反过来，齐韩魏因为楚国背叛盟约而恼怒，一起攻楚，又达到削弱楚国的目的。秦昭襄王五年，秦国和韩魏握手言和，归还给他们一部分土地，并促使齐国、韩国、魏国转攻楚国。自此，宣太后成功扭转合纵抗秦的险恶局势。然而，此时秦国西部边境又频频告急。在秦国的西部，长期存在着一个游牧集团，他们强大的时候，便由部落联盟建立国家，向内地入侵；弱小的时候，就向秦国臣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牧部落呢？区一独特的复合细腻口感，升华特区品味，五粮特区，中国特区。酒，新疆荣耀。1992年，宝鸡一门村发现一处奇特的古代墓葬，3米见方的长方形数学土坑墓里，墓主尸骨无存。就是这么个极不起眼的小型墓穴，却出土了大批金器、玉器、铁器、铜器等珍贵文物，共200余件，令人惊叹。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在铁贵如金的先秦时期，该墓竟出土了铁器20余件，创同时代所有中国古墓出土铁器数量之最。这把金柄铁剑，柄部由纯金锻造，是有精致的盘螭纹和兽面纹，又以绿宝石、原始玻璃珠等镶嵌出兽目、兽角等，同时还加以镂孔，使纹饰颇具立体感，精美绝伦。铁质剑身呈柳叶形，柱状脊，锈蚀严重，经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鉴定，其为人工冶炼铁。该墓还出
四十件绿松石组成的绿松石串饰一串，由108件玛瑙器和2件玉器组成的玛瑙串饰一串，由1600多粒料珠串成的料珠串饰一串。仪门村在秦国地界，离当时秦都雍城只隔100里。如果是秦国公侯之墓，墓中绝对少不了显示身份的钟、钵、鼎、簋等礼器，而仪门村古墓中这些无疑发现，主要是马具、兵器和装饰品。秦人早期生活在西北边陲，和西戎少数民族混杂居住。秦穆公时期，凭借强大的国力，讨伐西戎，灭国12，夷狄千里，一部分西戎人融入华夏族。有学者认为，宝鸡仪门村奇特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春秋时期被秦国征服迁入关中定居的某位戎王。进入战国中晚期，随着秦国国力起伏，西戎势力时有嚣张，其中一个分支义渠戎逐渐崛起为秦国西北部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一度附和东方六国侵入秦地。季军之乱后，秦国的力量受到削弱，西边的义渠戎又卷土重来，严重的侵扰秦国，蚕食边土。如何对付这么一个难以臣服的彪悍部落，是回师西部与义渠戎决战，但是东边还有几十万的韩魏大军虎视眈眈，是东西两边同时作战。显然秦国这时没有这样的实力。另外在国内仍然有季军之乱之后的残余势力在待机生变，宣太后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显然他不可能去让秦国冒这样的险。也许这是宣太后掌权后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史料记载，宣太后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暂时解除了西陲的威胁。相传秦昭襄王即位时，义渠戎王前来朝贺，他年轻力壮，性情桀骜不驯，对年少的新秦王心生蔑视，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反叛。然而谁也没有意料到，当宣太后和义渠戎王见面之后，竟然互生情愫，双双坠入爱河。一位是秦国太后，一位是戎国之君，这种情人关系维持了30年，还生下了2个儿子。秦国以后的史料呢，记载这些事的文字呢，都非常简略，而且呢，都带有一种贬义。这大约是因为修史的史官呢，他不耻于这种事情。那么这件事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宣太后和义渠王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情？据推算，宣太后垂帘听政时30来岁，从出嫁时的豆蔻年华转变为成熟风韵，对义渠戎王不可谓没有吸引力。而义渠戎王，战国策曾经记载，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义渠戎王曾经游观于中原各国，倾慕中原文化。义渠戎人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交往融合十分密切，但在以中原华夏为正统的观念影响下，他们仍被视为蛮夷。后世人大多认为宣太后做这事呢，做得有些出格，有伤风化。不过需要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民风淳朴，
不像中原国家那样过分的崇尚礼教。所谓的女子守妇道，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都是后世的儒家提出的要求。秦国崛起于西陲，受少数民族影响较深，礼教习俗并不等同于中原各国。秦简里多次提到女子为政，意思是妇女当家。宣太后个性自由，敢爱敢恨，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她被后世多贬斥。值得注意的是，宣太后与义渠戎王之间的关系维持了30年。试想，30年后，宣太后和戎王都已经垂垂老矣，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还有两个至亲骨肉。真实的历史也许是他们彼此相爱，那是一份最终被无情的国家利益所埋葬的真挚的情感。史学家注意到，原本秦和义渠百年间攻伐不断，自宣太后听政后，秦与义渠近40年相安无事，秦国得以恢复国力，集中力量攻略中原。这不能不说是宣太后与义渠戎王的交往带给秦国宝贵的局部和平。宣太后励精图治20多年后，秦国政局稳定，国力大涨，扭转了四面受围的险恶局面，开始远交近攻，削弱了竞争对手楚国和齐国，占领韩魏，大片领土，在战略上取得对东方六国的决定性优势。公元前272年，宣太后和义渠戎王这段复杂难以言说的感情终于结束了。这一年，义渠戎王被神秘的诱杀于甘泉宫。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秦昭襄王与丞相范雎初次见面时有一段对话：我本该早就向您请教，正遇到处理义渠事件很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从《史记》的相关记载来看，宣太后是知道秦昭襄王要诱杀义渠王的，她显然并不情愿，不然秦昭襄王也不会反复地向她请示，其实是做她的说服工作，防止她忧郁。宣太后最终为什么没有阻止呢？甚至没有阻止杀掉她和义渠王剩下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算来也应当是20来岁的成年人了。没有资料显示当时宣太后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宣太后最终应该是让国家的利益战胜了个人的情感。有一个解释，这时秦昭襄王即位36年了，已经羽翼丰满。从秦国的国家利益来说，他不可能允许秦国西部有义渠国这么一个潜在威胁长期存在。宣太后年老体弱，自觉事情不可能继续下去了，他最终默许秦昭襄王的谋划，除掉了义渠王和那两个儿子。这是
既痛苦又无奈的事情。个人的真实情感、儿女情长，在国家利益面前，往往显得无比脆弱。秦昭襄王在位30多年来，一直保持谦逊和低调，其实内心像他的历代祖先一样坚韧刚毅，志在天下。当他羽翼丰满，大权独揽，他顿时显出杀伐决断、果敢无情的一面。他可以为了肃清西陲而诱杀母亲的情人，也可以为大宁长平之战亲赴河内举国动员，还可以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而杀掉名将白起。大约2-3年后，宣太后移交权力，不再干预国事。秦昭襄王对他仍然敬重有加，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更是对一位为秦国呕心沥血、做出无数牺牲的政治女强人由衷的敬畏。这一段异族之恋，对两位当事人来说，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一位失去了性命和国家，一位失去了两个亲儿子，也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沈和元大墓发掘后，学者发现他曾被神秘的焚毁和盗掘，棺椁荡然无存。虽然有学者根据其超越普通太后的励志提出他是宣太后陵墓的设想，但仍然缺乏直接的考古实物支持，这使墓主人的身份始终存疑。妈妈们无所不能，只要能给我们家达莱一个机会，无论什么我都能做。法身智多星，请您一定要考虑一下达莱，我可以每周来您家做一次饭。已经和主持人说好，母女对母，几率非常高。要把剧本翻烂，我会和你一起练习。还能逗流氓，这是诈骗！像你这种人屈服，我就不是赵福记。如果你再考不上，肯定不会饶了你的。勤劳美厨娘，说唱就能唱。昨天在厨房干活，今天是做饭佣人，女人的命谁能说得清楚？你是疯了吗？还不快点去呈堂。妈妈，累得慌就说出来吧。抚养孩子需要稳定的生活。无敌女金刚，打拼养家忙。这次晋升的人，副主任的位置绝对不能落选。百变的角色，不变的母爱。痛苦难过的时候，妈妈的怀抱最温暖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韩国电视剧《微笑妈妈》。义渠戎亡国之后，一部分族人融入华夏，一部分族人向北迁徙，融入后来的匈奴。2006年，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园传出轰动性消息，当地发现了战国晚期的戎王墓葬群。当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墓道和墓室，映入眼帘的是一辆随葬车胜。令人震惊的是，车胜的装饰之豪华。彩绘漆制的车舆、车轮和车辐，皮条编制的车厢、车轮及车厢侧板，均以金花式、银花式、铜花式、错金式、玛瑙、釉陶珠串、贝壳装饰。在车厢侧板上，还有铜制大脚仰、银箔制大脚仰、金箔制壶等动物饰件，造型生动逼真。车胜之上
金银箔饰件数量如此之多，装饰手法如此之独特，为国内首见。这些光彩夺目的豪华车胜，显然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他们应属于某位荣王。荣王一身披金挂银，脖子上有金银项圈，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条金腰带，有15件鸟形黄金饰片和两端相对的黄金兽形带饰组成，兽形带饰为狮式羊图案。此外还出土有金鼻串、金带钩和金带扣。荣王的墓葬体现出两种文化的融合。墓主人死后随葬车马，还有这些鎏金铜鼎、鎏金铜壶、鎏金青铜简形壶，都表明他们受到周秦文化的影响。这件连珠纹釉陶杯通体是淡蓝色釉，腹下部装饰7层连珠纹缠口小平底，它属于早期玻璃器，产于西亚，是中西方交流的产物。这一时期的荣人和后来两汉时期的月之人、隋唐时期的粟特人一样，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马家园墓地的墓主人，可以确认是几位身份比较高贵的荣王的墓葬，但是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可能有一位是那位比当年诱杀的荣王义渠荣王的墓。不过，他们这个时代在战国晚期，最大程度上他可能接近这个宣太后和义渠荣王所在的时代，所以他们有可能有认识或者交往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曾经繁盛一时的西戎早已消失于历史，融入中华的血脉。考古还原他们曾经的荣耀，岁月抹去的只是那一段段恩怨情仇。宣太后从一位楚国公主成长为秦国太后，垂帘听政41年，帮助秦国在最危急时刻稳定政局，逐步走向统一天下。后世因为性别歧视，他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贬低，但他的功绩却不容抹杀。史料记载，宣太后死时，秦昭襄王用最高的帝王之礼给他陪葬了一大批兵马俑，向世人表明他的母亲堪称君王。